第一遍，既是群山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我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。化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泽群生得光辉。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曹开妙玄，应生下凡施天然。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羊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一意佛家，青红运一意表。阳光普照道德阳，万邦咸养运大同。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。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。善至于止离苦轮，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朝元一亦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。济人行事归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知，学治中庸病，心诚百经奉佛名。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一生行道内外功。理正是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。过悟但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淘。是农即功古，至心常念福德高。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。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美雀姐，你的麦克风可以关静音吗？美雀姐，你的麦克风可以关静音吗？万病解却念不止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。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复。诵得真经文，有事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亡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先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缘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而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。老幼康安寿延年，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。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
扣八扣九扣十扣手。恭送济公活佛救世真经第二遍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。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曹开妙玄，应生下凡失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道现存，青鸿运一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，万方咸养运道同，家家佛光照。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。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。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于止离苦轮。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朝元一骑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。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。济人醒世皈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知，学至中庸毕，心诚百经奉佛名。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市民天下通。古今谁无错？过悟但改路上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淘。士农及公古，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，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虔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念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补录前缘亨利贞。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；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；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；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；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；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“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”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，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。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十叩首，叩再叩，三叩四叩，五叩六叩，七叩八叩九叩，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。
灵宝齐禄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运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千载人天中华木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乐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半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通天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帮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耶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即令三十六元将五百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有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奖兵，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，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侯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
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祷，世所至祷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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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各位点禅师，谢谢各位领任，谢谢离香节，谢谢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回向，后学学习导读完毕，晚安。晚安哦，前贤呢，大家晚安。前贤，晚安，晚安，感恩老师。谢谢。那今天呢、啊，后学导读前的那个 YouTube。不知道那个影片有那个政治话题，后学下次小心，感谢慈悲。嗯，可能可能可能呢、啊，目前的慈悲。各位点人师，各位前贤，晚安。嗯、好，还有领证。陈局领证，晚安。领证晚安。哦，可能目前的慈悲。天气很冷，请大家保重身体。感恩哦，要戴帽子哦，天气冷要戴帽子哦，哦帽头部保暖，头部保暖优先。哎呀，耳垂要抓一抓，按摩按摩耳垂，按摩肾脏体外，按摩肾脏体外，按摩。穿袜子，穿手套，啊，有的还护腰，有的还有围巾呢，嗯，保暖呢、啊。感恩啊，护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护灵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哦，杨前贤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。